迎收看嘉玲 APP。 小资男女要特别注意咯，因为如果你上班有怨念，对老板敢怒不敢言的话，今天呢要介绍一款 APP 游戏，可以让你偷偷玩释放压力。这款软体呢叫做 Kid Boss， 赶快要打开游戏准备发泄怨气咯。首先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画面出现了一个小主管，他叫做 Joe。 这游戏呢是以 Q 版的人物呈现，不过如果当你把 Joe 转换成机车的老板的话，就赶快大摔特摔一下吧。而如果抓他撞墙啊还不足以发泄心中熊熊怒火的话哦，还可以选择武器，像是啊我现在点选这个右上角的箭头，包括里面有随手可得的办公室文具，还有刀啊枪啊，甚至是一些水果系列哦。只要按下这个右下角的蓝色箭头，还可以帮武器升级。而且这旁边还可以看到这个 Joe 到底剩下几条性命哦。而碍于节目尺度的关系，我们不敢随便点图钉来帮这个 Joe 针灸啦，只好来选择一个鸡蛋来蛋洗老板。接下来呢就是开始火力十足的使劲攻击哦。不过看这个就真的是很像打不死的小强啦，你看我这样拼命摔拼命打的，真的是有点难打哦。这五条命一条都没有捡哦，可见我真的不是很恨老板啦，老板不要开除我，提供给对老板积怨很久怒气很深的上班族小资男女啦。我们下次再见。